随着历史的洪流，时代的变迁，过去许多眷村因为都市更新而逐渐被人遗忘。不过在台南仁德二空眷村这里，却可以看到浓浓的眷村气息。漫步在二空眷村的街道巷弄里头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淳朴的气息。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，没有五光十色的打扰，这里有的是爷爷奶奶们的满满回忆。而在这个充满独特气息的眷村里，最让人回味的就是那令人惊奇的面食小吃。村长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阿忠，我要煮面给你吃。哈哈，哎，刚好村长正在煮凉面呢。在我们二空最有名的，真的。然后就我知道啊，好像我们凉面好吃的关键是就在这个面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看要煮面哦，这个技巧，煮得好，这个面就很好吃。过去曾经是海军士官长的张村长，从海军退役后就把一身的好厨艺带到眷村，所以要想回味过去眷村的老味道，找村长就对啦。现在就已经丢下去了，嗯，等一下一开锅还不用开，面一浮上来就起锅了。哎，我看你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，面一上来，然后电风扇一吹，吹完马上油一淋，然后就要赶快搅拌。所以我们做凉面，这个煮面这个动作要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为什么哈这个面哈叫凉面哈？我们等一下一抖完了以后，再用电风扇一吹啊，就好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一样，冰冰的。凉面要好吃，除了面条要冷 Q 带劲，这酱料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这蒜头是要给他们吃凉面配着吃吗？还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酱料里面加进去的。哦，这个是加到酱料里面的。对对对，做的出来这个酱料哈，调配的时候都是按比例来做，不会说很咸。这个大蒜那个味道啊，也不会说，人家很多人讲说不敢吃大蒜，吃大蒜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，他就。我们那个大蒜和它通常搅碎了以后，跟那个姜啊磨碎了混在一起，就那个大蒜的味道就不会很浓，吃起来就很香。煮好的凉面加上小黄瓜丝、豆芽菜以及浓香够味的麻酱、花椒粉，就成了最适合夏天吃的开胃面食。除了凉面，村长也特别做了凉皮让我品尝。听村长说，这凉皮可是山西人招待贵客才会做的面食，所以喽，如果喜欢吃面宽有嚼劲的人，不妨试试这不同的口感。眷村面食不同于台湾的本土小吃，这种来自大陆原乡的老味道，总让许多军人子弟或是眷村游子们难以忘怀，所以跟着村长。继续细细品尝眷村味。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葱油饼店，中午可以吃那个点心。哦，吃葱油饼，对啦，这个葱油饼很有名的。这是眷村的味道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村长，看它煎的这样酥黄酥黄，应该差不多快好了。对，可以吃了。哇，葱油饼最重要就是它这个饼皮的擀面要擀的那个油酥里面，然后还有这个葱，要香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大家都不敢再吃猪油了，那么加鸡油，人家不会告诉你说我们这里面还加鸡油。哇，这是秘诀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还是告诉鸡油了，对不对？我发现啊，在眷村吃葱油饼啊，还有小菜可以加，对不对？就不用怕说我们的葱油饼味道不够。哎，你可以觉得说你想要吃辣一点，这边就有辣萝卜干，然后有不一样的，还有豆腐啦、菜脯啦。这个是豆腐干炒小鱼干，炒小鱼干，哎，就这样直接倒进去。对，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酸菜，酸菜，对，哇，然后就自己一拌，把这个饼配这个菜拌一拌，哇，试试看。我发现这样味道就变成很多元、很丰富了。对，因为你一口下去有饼的味道，也有豆腐啊，有辣味啊，什么味道都有。哎，这个吃法蛮不错的哦。虽然葱油饼到处都有卖，但是眷村里头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除了与众不同的美食，走到大树下，我发现眷村里的午后生活也不太一样。老乒乓前听着老奶奶说着大树的故事，眷村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了茶余饭后主要的闲聊话题。
在二宫眷村啊，大家的生活啊都很惬意哦。像我们现在下午的时候啊，大家就会聚集起来，哎，打打麻将啊，玩玩牌啊，聊聊天啊，生活真的很棒哎。都会玩吗？都会。都会哈。我发现他们都会选择在那个树下面，然后玩这个方程之战，然后就很凉快又很舒服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打麻将好啊，可以活动活动脑筋啊，哈，对我们奶奶身体是最好的。对。哦，胡了，自摸啊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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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的奶奶气势很旺哦。每天下午准时开打的方程之战是眷村里主要的休闲活动。除了麻将，村长的印象中还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村长，我来到二空眷村啊，真的看到浓浓的人情味，然后我还看到我们这个红砖矮墙啊，真的好漂亮啊，这些都是眷村的特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到民国51年就建的房子。哎，你说这一栋吗？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啊。对，但是他这个哈，就我们那51年的时候，刚好有电视的时候，我们公家盖的这一栋房子，就是买了台电视机放在这边，出租给大家看电视。就是你看一次，要以时段性的来讲，就新闻然后就影片，要2毛钱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眼前的场景只能回味。好在还有村长和一群热心的人士懂得珍惜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现在在二空眷村还可以看到一座圆梦树屋。来，阿超，这是我们二空的树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村长，这会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《汤姆历险记》的卡通，就是那种哈克的树屋，对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这树屋是你们自己盖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那个眷村拆掉的时候，很多这种废弃错误哈，大家就收集过来来整理，陈列这样子。怪不得我看到好多东西陈列都是，什么东西都是，大家搬家以后都不要了，就丢出来的。那我们的树屋从这边这样可以上去。哎，真的吗？那跟着你上去看看好不好？从这个地方，哇，这书好精彩哦，什么东西都有哎。你看这楼梯就是我们家的楼梯，哇，好特别哦。你看它这个门是往上面推的，哎呦，这个门也不一样哦。对，它不是往前面，也不是往后面拉的，真的是一间很可爱的书屋。你看这里面还有很多都是陈年的老物。村长，我看到书屋里面很多宝贝哦，看这才是宝贝嘞。这个，这个东西啊，对，这是个蒸笼。蒸笼，哎，这这个是空军啊飞机上面那些剩余的材质啊，拿来做的蒸笼。哦，这好像是铝的呢。对对对，外面都买不到的，一般很少用铝的。对，哇，我看到还有这个做的，这是点50的机枪的那个弹药箱，哇，大家来家拿回来做工具箱。我还看到这个，哈哈，这是我们的马总统，他以前是海军的，哇，好年轻好帅气的照片哦。哎，所以村长，我们这边呢，就是看到很多大家都会把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军旅生活的东西啊，放在书屋里面。对对对，那父亲，我们像我们父亲他们都是空军的，那我们二代有的是海军的，像我们是海军，有一些是陆军的，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些军服啊、的军用品啊，他们都捐献到这边来。圆梦书屋没有管理员，好奇的话，大可像我们一样爬上阶梯，探探这座摆满回忆的书屋。然后顺道走走树屋上的空桥，在空中凉亭小歇一下。村长，我真的觉得啊，我们的树屋啊，真的好像那种文物的陈列馆一样，这边真的收集了好多好多你们的宝贝啊。对对对，因为当初我们也并没有说想要做这个文史的这个保留，那就是因为做了这个树屋以后啊，大家收集的都是我们以前使用的生活使用品，那也等于说来讲是一种古董，那通通保留这个上面来了，就后来就成立了一个这个，二空眷村文化。花费不到2000元就盖好的书屋，里头堆满着老一辈无价的回忆。眷村精神就像书屋一样，不分彼此，相互扶持。眷村的改建逐年进行，焕然一新的社区背后，也代表着独特气息的眷村风貌逐渐被人淡忘。如果怀念过去的眷村生活，又或者喜欢眷村文化，那么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二空眷村走走吧。文化村里的鼓声撼动人心，
博物馆里的画作美化人心。我穿梭在眷村的红砖矮墙中，我尝到了最道地的眷村美食。我拜访了热爱富裕工作的蝴蝶老师，我爱上仁德乡里的异文气息。只要规划好行程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，鼓动仁德，意犹未尽。哎，不是那么容易，而且要装帅的。啊，我们看看它到底会不会飞哦。哇，翅膀干了，它一定会飞了。起床，起床。切人，苏武牧羊，我是阿超牧羊。阿超是赶羊。赶羊哎。